知足则心烦意怒，善用则生杀自输。都来眼前事，知足者先静，不知足者烦静。总出世上因，善用者生机，不善用者杀机。凡是对现实生活环境能感到满足的人，就会感受神仙一般的快乐；不感到满足的人，就摆脱不了庸俗困境。总括人间万般事物的原因，假如能善于运用，就处处充满生机；假如不善运用，就处处充满危机。守正安分，远祸之道；趋炎附势之祸，甚惨以甚速。七田守义之位，最淡亦最长。依附于有权有势地位的人，固然能得到一些好处，但是为此招来的祸患却最凄惨而又最快速。能安贫乐道，携手自己独立人格的人固然很寂寞，但是因此所得到的平安生活时间最久，趣味也最浓。与闲云为友，以风月为家。松涧边携杖独行，立处云生破纳。竹窗下枕书高卧，教时月清寒沾。在满是松树的山涧旁边，拿着手杖，一个人很悠闲地散步。这时从山谷中浮起一片云雾，笼罩在自己所穿的破旧长袍上。在简陋的竹窗之下读书，疲倦了就枕着书呼呼大睡，等一觉醒来，月光照亮了我的温暖毛毡。存道心，消患业。色欲火炽，而一念及病时，便性似寒灰；名利已干，而一想到死地，便肺如嚼蜡。故人常忧死虑病，亦可消患业而长道心。当性欲像烈火一般燃烧起来时，只要想一想生病的痛苦情形，那性欲的烈火就会立刻变成一堆冷灰。当功名利禄像蜂蜜一般甘美时，只要想一想触犯刑律而走向死地的情景，那名位财富就会像嚼蜡一般毫无味道。所以一个人要经常想到疾病和死亡，这样也可以消除些罪恶，而增长一些尽德修业之心。退一步，宽平一步。
争先的经路窄，退后一步自宽平一步，浓艳的滋味短，清淡一分自悠长一分。何人争先道路就觉得很窄，假如能退后一步让人先走，自然觉得路面宽平许多。凡是太过浓艳的味道，最容易使人生腻，假如能清淡一分，自然会觉得滋味历久弥香。